好的，今天呢，非常谢谢我们福华饭店，因为呢，他还写了一个 卡片给我们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谢谢福华饭店。好的，今天呢来参加这个《鬼灭之刃》的高雄路跑，感谢他们，就是让我们有饭店可以住。所以呢，我们敬请期待的单元又来喽，就是要来开箱大家的包包。今天呢又有什么样精彩的东西呢？首先呢，我要先去拍九泽的房间，Let's go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来开箱。OK。すいません。早安。早安。没有，我太早了啦。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。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啦。好了，三秒，三秒。好啦，我们现在要一起来开箱。好啦，我们先一个一个看你最后，我们先开九折的包包。好啊，走啊，走啊。所以我一起去迎接他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们要一起去开箱。好，走。哦，你们就在旁边而已。对对对，他们在旁边。哦！喂，我还好，还好，你还好，他刚被吓爆了，我刚岔掉哎。有预知，因为你刚才听到小孩被没有，我没有预知，我没有预知，我以为你们只是很嗨而已，因为刚才很大声，你在旁边。好啦，现在呢就是来开，怎样？你又没穿裤子是不是？好啦，今天就直接大露特露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来，首先来看一下丰泽你的包包。哦，一样一样，要侧包哦。侧包是吧？侧包。你比较看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好了。来，跟零九出门就要带什么？耳塞。吓一跳！我吓到！吓一跳！我也带跳蛋，我吓死了！避孕药，这大小像跳蛋吗？九泽就是要带跳蛋，这个很重要，好不好？耳塞，确定的朋友看一下。那直接来床上开啦！哦，开了。哎，你包包有整理耶？为什么变那么轻？其实没有什么。你包包怎么没什么东西啊？就多衣服、袜子啊，这个内裤啦。没有啊，他带袜子，衣服啦，衣服。哎，为什么有两件呢？哎，你带两件衣服哦。我带多带一件呢。你是不是觉得黑色都长一样？对，睡衣。好，还有什么？眼镜。哎，你跟我一样，隐形眼镜喜欢带三个。为什么啊？因为有可能一个掉啊。对。哎，我刚刚这排的眼镜，赶快找我们业配啊！我已经拍你两次了，女神，女神光环。没，他是女神彩色。对，我上次也是录，也是这个。这家厂商，如果你没有业配，我就会把你码掉。你们真的收据了？没有了。你今天怎么可能这么干净，unbelievable！ 哎，你是不是准备好了？没有，真的没有塞了，因为你上次不是有带一些什么健身手环吗？我看一下啊，什么铁链什么的。他上次真的有戴铁链。还有一个眼罩啦，戴一个眼罩，我戴一个眼罩。我怕太亮，我就戴一个眼罩，全黑系列。好啦，今天因为为了想说要有点劲爆的感觉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丰泽的内裤款式是什么。Oh my god！ 没有啦，我们现在检查你的钱包，因为你钱包就是上次拍起来非常的凌乱。换了，你换钱包了？换钱包了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这比较好摸。他之前那个很厚哎、欸，对，是哪一个？他之前有一个很鼓的，就里面好。我不相信，这是你的钱包？什么意思？不是他钱包怎么可能变这么干净？他完全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太旧了。对不对？我说里面东西都很整齐、欸，哦、oh. ，对吧？因为我才刚换。你今天这样不行，不行，对不对？你今天就不行，我就有备而来。我不应该先预告的，可恶啊！对啊，好啦，你好像过关了、欸。耶、yeah! ！过什么关？那陈林九，你的包包在哪？包包在我房间。好，那请你去把它拿来。啊，要拿过啊？他拿来，我们在那边就好。不用，可以过去啊。好，那我们直接过去好了。直接过去。啊？我们睡同一房哎、欸。哇！上次谁带那个勒脖子的那个？丰泽吧。你问我今天没有带勒脖子的。
哦，因为今天我们有请那个妆法人早上把我们弄啊。好，来看一下零九啊，我都很无聊哎。演什么？没了。哈？骗人！你只带这样？这是什么？这啥 ？Uniqueness 啊，来，小艾来念一下英文。这什么？来，我进了啊，零哎，零九你买了对不对 ？OK， 好。好碎哦。太碎了啦！太碎了啦！你干嘛带个铃铛？为什么要有铃铛？因为晚上会关落音是吗？我要去梦里找你，把梦里杀掉。啊！好恐怖啊！不是你爸妈就这么散吗？哇！你也太散了吧！这是虾米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看不出来。这看不懂哎。这是哎、欸，这是水哎，白痴哦、喔，那才不是水嘞！不然什么？剃胡子是？啊？我吓死我！我想到是不是什么？三弟子大变形！我想说什么？跳蛋第二招是不是？就是粘毛的啊，粘毛的、哦，因为我有养猫，猫毛啦，哦欸、看到没了。带一个没有的东西。嗯我记得有一个补充包包去那里、啊。哎、欸，你今天药没有带那么多，你只带有带大包、欸，对，你看。哦，这个我现在也在吃。开药店，你看。有这个我现在也在吃。三款。天哪！养生呢？橘子啊，就是那个、哦。这个真的很感人，每次看到是想哭。就这样，没东西了，很无聊吧？哎、欸，他们今天这集很普通、啊。不是因为，我记得上次好像有多住。是不是住比较多天呢、啊？没有，就根本就一天而已。都一样吗？两天一夜那种啊，一样。一样。是哦，那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这次就没带，上次有带行李箱吗？其实我真的忘了。上次没有。上次也是大概。也说是包包。哇，一个大包包，然后只带这样子。对啊。衣服啊，就衣服这样子。没有代表零九有变健康了，因为他上次来的时候是带一堆药哦，各种不同的药，他今天只带一盒。我知道为什么我这次很整齐，因为我换了一个包包，我之前那个包包是。常带很久，然后每次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在里面。他钱都是散在包包。他上次有衣架在里面。对，他上次有衣架哦。衣架哪有？没有衣架。我怕饭店没有，不能挂，我就 stand by。屁啊！然后因为今天我们很早就通告，我今天就什么八九点就起床了，所以我现在做完就哇，很迅速的放一些东西，所以包包没什么东西了。好啦，今天很 peace、欸。包包好少、哦。那好，我跟你讲，先压轴黄伟晋，搞不好可以找一个太期待。而且今天不可告人的。哎、欸，但不得不说，今天特别感谢这个福华饭店啦、哦，因为听说只有我们四个人的房间有咖啡机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其他房间没有。那水果呢？水果也是吗？水果就是每个房间都有哦。谢谢福华饭店提供的水果。好，来。而且他的马桶是热的，很舒服。啊，马桶是热的。对，你说。坐下去是很热的，有温度的，有温度的马桶。哦，你的包包好大哦。对啊，好大、啊。好，我来这边这个就是枕头啊，枕头、那個、你要带自己的枕头，颈枕啦，哦，颈枕就是坐高铁的时候不会用。颈枕。好熟悉哦，你看一下那些。我的也很乱，很乱啊，湿纸巾啊，这是化妆包啦，里面。哦。眼镜，衣服。啊，哎、欸，你很干净哦，你还特别有带这个袋子。对啊，对啊，换洗的、啊。你有带换洗袋吗？哎、啊欸，丰泽，你是没有带换洗袋。我今天有袋子啊，我还没带。没什么哎、欸，就是这里里扣扣，我这边很散啦。好，扣扣的这是什么啊？这是壮阳药？不是啦，好像是之前的牙齿 PS 哎，牙齿，这是我的悠游卡、欸、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是限量的，對對對买不到的悠游卡。这是我的悠，然后印章，有时候突然要什么用印什么、欸。你其实蛮乱的、欸，我很乱啊，我超乱的。我是说他的包包哦、喔。不是本人，然后什么香水？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很多人问你的香水，这是你说的那个东京淡香水吗？什么？喷一下，很像橘子的味道，很像橘子的味道。干嘛？我跟你说，像他的猫的味道，如何？对，哇、哦，很香。哎、欸，水果味蛮重的，蛮香的，我觉得很香，很舒服哎。我看，清爽啊，清爽型的，哎、欸，不会太来，没有叶配来，来，真的随身在吃啦。C 牌 BB， 对啊，没眼配啊。哎、欸，你东京淡香水是这是什么？哦，吓我一跳。那个是那个我的那个什么化妆水，然后我装一个旅行箱。哦，来，你跟大家讲你的东京淡香水是在哪里买的？网络上啊。
好像是什么门市是不是？但是那个门市的名字我不确定，那、因为我都要是网络上订比较快哦，因为我没有在门市买过。哎、今天大包包很 peace。对啊，就是一些很散的棉花棒，都是药，超散的。对啊，都是药、我发现，好，发现大家的几乎都是药居多。对啊，身体都不太好、什么，里面也不知道什么线吧。那我们去开博洋哥的刀啊。好。可以，看你的吧，我们来看波，我的很还好，看你的、我的还好，他自己要拍的，他的一定还好，我的还好，不用不用，我们下突袭波良哥的包包，就在包里头吓到，好，我不要。不是在哪里？不然在哪里？刚刚说突袭你的包包。对，我们现在我的包包。对。哦，可以啊。给他的应该是最劲爆的、我的男生。不是。你确定你要突袭？他们包包太 peace 了。包包很 peace。你的包包也 peace。peace， 这样太 peace， 而且我很整齐。你的包包也准备好。而且我为了轻便，就我把很多东西拿起来。哦。然后这个包包。就是拍摄嘛，然后书、你在给儿子的十八堂商业思维，你想一下在看这本书了吗？我自己先看的、我还没有孩，我还没有小孩啊，衣服，然后就是电风扇，因为我怕那个明天中午会太热，很热，对。都分装的好好、欸，对呀、你是很调理的人，而且我还这样一个惯习惯。冠喜包，天哪，大师做经纪人，你看，对啊，冠喜包啊，就整个都分类的分类这样。Oh my god，、你很厉害耶，我有点吓到哎，哇塞，我也是一个很凌乱的人。然后就，你每个人都像你了，不是？对啊对啊，没有，我很少看到男生会分这么整齐的，是的，很整齐哦。我包在这里，这不是爸爸，那是冠喜的、然后。啊、通常我这个东西会在里面，那、这里也是好强哦，这里是分装很整齐，就是太整齐了。这里面就是有一些文具，你们没有强迫症吗？没有，我喜欢整整齐齐的啊。然后要小心，没有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艺人要跟我要东西的，我会很快找到那个东西啊。哦，也对，但是因为他稀有面子，我知道我放哪个位置啊、真的吗？那我们随便出题哦。好，来，好，出题来。我看我们随便出题，如果波良如果丰泽需要，我先说卫生纸，没问题。马上，好厉害啊！好厉害！伟静，你出一题。棉花棒，好，也有棉花棒有啊。好屌！哎，他脑容量到底有多少？白狼哥，这一回要工作了。这里啊，这里，这里。啊！好，那我帮我出一题。方哥，那个零九想要卫生棉。没有。我在哪一人没有？还有什么？哎，还有什么？稀有面子。6万块。对，我可以提问。稀有面子在这边。豹哥都会带稀有面子，有时候他看我脸油，他就会递给我稀有面子。那你该不会还有粉扑吧？粉扑在思雨那边。几乎全很完整的。天哪，如果想要博良哥签你们的话，蚊子药，你还要带蚊子药？对啊，因为被蚊子咬啊。这个，你每天都会带吗？对，带着啊，就放这个位置，就放这个位置，就这个位置。然后你要笔的话，你要笔啊，签字笔啊，然后你要，如果你那个，因为那个零九衣服常有猫毛，我就准备这个。天哪！你们是不是团购？他给我的，我送他的，我送他的，猫毛，粘猫毛这样，非常用心，太厉害了，果然是完美的经纪人。对，还有那个，就唱歌烧香，还有那个喉糖。小，而且这个喉糖是不是糖？是有点中药成分啊，甘草的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你知道以前波良哥还没当经纪人之前是化妆师吗？骗人，这是真的。真的假的啦？有想学，有学化妆，但没有成为化妆。哎，那我问一下，丰泽跟零九谁的必备用品比较多？必备用品哦，一定是丰泽啊。为什么？还有什么？他没有什么必备的东西。我有什么必备？丰泽有比较特别的东西吗？假睫毛。眼影。你说出差吗？还是对出差？也都还好。
韩哥都还好，也还好，你还好，因为他都是跟我打。没有，我们最常就是充电器，充电器，真的、okay. 每天，而且所以呢，我这次下来，我直接不止充他们，我这次又准备了三颗在身上，太感人了。stand by 三颗，就 stand by。刚刚去吃火锅，他也马上要。就我们的小助理没有，我就我有。哎、欸，真的哎，我今天也是忘记带充电器，哎，就觉得很恐怖。你可以跟我借，因为我多带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而且我的充电器是要强调，我充电是可充式，来，又是行动电源，又是充电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非常厉害，因为上次那个 Brown 哥送我们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我就身边的人大推荐，然后就团购来二十个。对，就是这个，而且我还有，啊、我还多买了一颗黑的，等于黑白。很漂亮，黑白那个厂商哦，记得要业配找我们哦，我们下面会有那个折扣码，会有折扣码。好啦 ，OK， 算过关。那现在给大家看一下风的脚。好丑哦，真的是踢到是不是？你脚踢到？没有啦。哎、欸，我跟最近是有打篮球，你知道打篮球有时候不是我们频道有些脚控，你知道？对。对，是乱踢的，你说你最近打篮球怎么样？我就是有脚控，所以我看我自己脚没办法接受。真的吗？有看，因为有那个血啊，这样很难看啊。淤青啦，淤青。不会啦，大家这种放了脚三秒截图，还蛮漂亮的、啊。我看林九的脚，你脚趾很长哎、欸。对啊，真的蛮长。哎、欸，你脚趾很长哎、欸，我可以慢速啊。你脚是很长哎、欸，伟健，我看你的脚，不要，我脚不行，拜托，脚不行，拜托我求你，不要，拜托，真的，你头发是不要，一只脚，不要，你的脱下，我脚超漂亮，来看一下，哦，你脚是真的很漂亮，我跟你讲，因为通常，那你要保养，对，不是我通常，哎、欸，袜子脱掉，好，我跟你讲，通常每个人看我脚都会叫我，叫什么？对，为什么你叫你什么？叫你什么？叫我。开玩笑的啦，你他有去做什么？没有，我每天都有擦乳液。你不要剪，拜托。不会剪啦、啊，你是留着？不行。好了，今天就是夜晚的突袭啦，因为明天我们要唱《鬼灭》的日文歌。是，对。还记得吗？我们下来记得。记得。哎、欸，学忘了，没有啦，还 OK 啦。好的，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哎、欸，怡云姐逃过一劫。好，准备要睡觉了，因为明天呢，我有策划一系列的游戏要给大家玩。明天见，晚安，拜拜。Yeah, bye.